各位好，这里是热话。刚才这一幕发生于福建省三明市，一男子在公交车上偷手机，被发现之后开启了狂跑模式。不料失主不是别人，正好就是一位女民警。只见她放着孩子开始了追赶模式，连追一公里，把她给抓获归案了。据了解，这位女民警呢，平时酷爱马拉松运动，爱打羽毛球，所以您想，这体力耐力那是没得说呀。可见抓贼需要女民警的体力和胆识，也需要男民警的智慧和机敏。